大壮，这可是从北美洲空运回来的龙虾。嗯，不错，看着就很好吃，还是活的。那必须的。啊！快救救我！老师，老师，快去拿水！好了，你忍一下，我马上过来救你。别笑！大壮，你下手也太狠了吧！不过这龙虾闻着还挺香的。妈妈，我救了你，你应该分我一半呀。你肠胃不好，不能吃龙虾。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，幸亏我在三个月前就开始每天跑50公里，天天跑。口感确实不错呀。